小马呱呱乐，小马顶呱呱。嗨，大家好，小马这里下雪了。都说瑞雪兆丰年，希望我们2022年疫情赶快过去，大家都平平安安的。另外，视频里隐藏了三个幸运数字，找到他们，在评论区告诉小马，将有机会获得惊喜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本票号，952，小本的锦虎贺岁。幸运数字9。这是一个20。哎呦，差一点，这个是 GGS。哎，100，会选。这个就是一个高保了，看这一本能不能达到，就是赚额外啊。100是一个额外，累计120，我感觉这个票还是可以的，好像100倒很多呀。累计130。这是一个30，累计160，感觉还要再爆呀，会不会连爆呢 ？YNH， double OE， 这也是一个30，一个灯笼，累计到190。这是一个10，累计200。这个是 NGX， 幸运数字1。这个是 DVM， 这是一个10。哎，没有，这是 CVN。这是一个10，累计200。这是一个10，累计21。这是 MUE。这也是一个10/22，VOE， DQX， 错了，重来。1920，应该是21，然后22。23，来，我们接着往下。GZR， 现在累计23。Double NT。COZ。累计24。累计25 ，KYS， 累计27 ，GQX， 这个是 PVG， 来看最后一关。幸运数字6 ，double IE， 也很不错了。这已经到了270，这一本是300，几乎是白玩的。